道吗？七年前的时候，我才上大二。有一次在上金融课的时候，我们教授引用的是一个力士的成功的并购案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厉仲谋的名字。我们老师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都会忍不住的点头。七年前，那么遥远。那一年是厉仲谋在国内金融圈崭露头角的一年，那年他25岁，但是就以残酷果决的商业手腕名震业界。不过2年之后，他就用他的铁血手腕击垮了他自己的亲生父亲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多叫几个人过来。来，不小心嘛，把人给撞了，这人压在车底下了，报警了，报警了。你先大哥叫点人过来。各位大哥，咱们把车抬起来吧。人叫过来再说。就我们这么几个人，怎么能抬得动呢？剩下人不够。这么多人是一定可以的。对，大哥，我们想想办法吧。来报警吧，是这么严重，挺严重的。大家都帮帮忙吧，你把先把人救出来，让他多叫点人。来，等一下，这样不行。慢的这个。来帮帮忙吧。等一下，这样不行啊。再试试下。来，来，一起用力啊！一起来，一二三，走！再来，一二三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。永嘉南路永泽路口，对，这边有人发生车祸。谢谢。李总，你对现在世界经济状况怎么看？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双龙头，中国跟美国，他们的态度是很重要的。到底大家会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对抗？还有，现在美国的经济正在好转，去年开始止跌，而且华尔街开始出现并购潮。其实这些事情都在给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。吴桐，你是说你真的拿到去力士实习的资格了？嗯。就是说你有可能见到厉仲谋了，还有可能跟他同乘一部电梯啊。我还听说在入职3个月之后会安排参加力士的学员培训，我想我应该有机会见到他吧。哎呀，吴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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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最好了，我求求你带我一起去吧，带我一起去吧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看上我了，那我就不用那么辛苦的打工了，你也不用愁毕业找不到工作啊。啊，哎呀，别那么花痴了，我是去培训，又不是去旅游的，赶紧吃点羊肉串吧。哦，他也是你的偶像来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真是猪脑子，我怎么能让我的情敌去帮我做这种事呢？行，看在咱俩这么好的份上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这个钻石王老五就让给你了。哎呀，干嘛呢？傻瓜，别跟我说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爱上他了。这个世界，不要说爱情淡薄，就连亲情其实也不可信。到头来，可能只有无情才最能保护你自己免受伤害。嗯，爱情真有那么大魔力吗？